韦英雄红姐日前就获颁童子经星章，呢日老细杨秀成仲特登设宴帮红姐庆祝。影后红姐就已经攞过无数次啦，呢次攞到呢个童子经星章，红姐又会点样奖励自己啊？我冇谂过，因为其实我系一个唔系好贪靓嘅人嚟嘅，所以你话哇，有啲即系人会即刻走去买啲咩珠宝啊、靓衫，我冇谂呢啲嘢咯。系啊，当晚我家姐即刻过嚟啊，包咗水饺俾我哋食咯，因为我哋系山东人嘛，山东人一有任何大事、喜庆事就会包圆。我哋叫元宝咯，包元宝咯。另外仲有一个好消息，就系红姐啱啱就凭新戏《翠丝》入围金马奖最佳女配角。红姐对自己又有冇信心先？因为这种颁奖典礼，其实，我对我自己所有演出我都会有信心。可是因为颁奖典礼有很多很多评委，尤其是金马奖，好几十个，所以他们的口味是怎么样，我真的不晓得。所以，看天吧。天给我一点幸运我就拿到，天不给就拿不到，就是这样。